看，这个叫糖蒜，是民间非常有名的小吃。它味道是大了点，但是吃起来非常的酸甜爽口，不试一下实在是太可惜了。来，我就不试了吧。你吃啊，来。不了不了。哎，你没事吧？受伤了没有？你自己一个人吗？爹爹和娘亲呢？你长得真好看，我要送你。你确实说过我很好看。这是哪家的小孩子啊？眼光跟姐姐一样的毒。姐姐也好看，但是姐姐的东西应该有哥哥亲自送。哥哥走。谢谢老板。没事，慢走啊。哟，多多，方才又去哪玩了？不要再乱跑了啊。来钓鲸鱼啊，钓上来鲸鱼有红绳手链啊，红绳手链。你知道吗？有红线相连，便可千里姻缘一线牵，携手白头共到老。只要捆在一起，我们就不会走丢了。所以说，我能不能回得来，能不能活到老，就看你了。哎，都来看看啊，有红绳手链啊。来看看，来看看啊。钓金鱼，钓金鱼了啊。想要啊？来来来，钓金鱼，钓金鱼，我给你钓。我就不信了，鲛人我都能搞定，我还钓不上你们这些金鱼。哎哎，你看这些鱼都游过来了，怎么回事？小心鱼啊！可以啊，都会作弊了。你教得好。曾经至纯至善的鲛人，我可真是罪过。钓上了，给我吧。啊，哎，好。二位佳节安好，有缘到此，不如写条丝带系到这许愿树上，上界的仙人会保佑你们心愿成真的。哦，云禾，这又是什么奇怪的人间法术啊？是不是跟之前那个摸一摸就好的法术一样啊？这不太一样。那我们还写吗？能否成真啊，总归啊是个念想。这许愿嘛，讲究的是心诚则灵，二位不妨一试啊。哎，请姑娘来。愿我所爱之人余生平安喜乐。哎呀，姑娘，这心愿要是念出来，那可就不灵了。您啊，再重新写一条吧。啊，哦，这条就行了。他就是想让我们多写一条，好挣我们的钱。你想啊，这些丝带都是要向天上的仙君许愿的，像月下仙君啊、司命星君啊，如果不大声一点念出来的话，他们怎么能听得到呢？哦，那我们就大点声说。啊！愿我所爱之人余生平安喜乐。
这样的话，他们是不是就能听到了？云禾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只是觉得胸口的胶质在发热。那你就好好的去感受它。他是说他很……没事，不用急，慢慢来。他是说还不够。愿我所爱之人余生平安喜乐。长夜，希望你今后一切安好。这位公子可是也要写一条丝带保佑心爱之人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啊，他的命我自会守。顾总，都安排好，把位置告诉云禾，接下来的事他会亲自去做。是。这些开在天上的花真好看。是好看，但没你好看。愿你从此无所怕，无惧也无花，像萤火追逐着海。这次的灯会是不是要散了？我们这一路是不是要结束了？谁说的？今晚还有一个惊喜还没给你呢。睁眼吧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是我们刚刚逛集市时我买下来托人布置的。你看，我们俩都喜欢世界，如果不享受其中的话，怎么能知道其中的美妙呢？你说过，只要有红线牵着，就不会走散。来，
无论在哪里，我都可以发现你。云恒，不管是现在还是来世，我都会找到你，我们都会在一起，对不对？我会等你，但是这次我们必须要分别。长夜，感情讲个有始有终，在最后一次跟我告别吧。怎么道别啊？我叫你。希望来世我能在茫茫人海中早点遇到你。大尾巴鱼，半夜了，这一夜终究还是要结束。云禾，你留下来吧，别跟我一起回营地了。为何？父亲说过，只要不亲眼目睹离开，心里就不会那么难受。嗯，这一夜我过得很快乐，也很自由。因为离开了万花谷吗？也算是吧。只是现在我才明白，其实我想要的自由并不是要走很远的路，而是这颗心毫无畏惧。从此刻开始，我什么都不会怕了。希望你从今以后的每一天都可以像今夜一样开心。也希望你可以勇敢自由。我没有受伤啊。摸一摸会更康健啊。长夜，你知道你像什么吗？你像一个故事。什么故事？你身上有所有我期许的美好，正直又坚韧，温柔且强大。我希望这些永远在你身上延续下去，不要停在这里。知道你愿意为我牺牲在所不惜，而我又何尝不是？顺德的这副枷锁不应该出现在你身上。Please.